一天到晚不见个人，就知道躲房间里追剧，不知道出去逛个街啊，卡刷不完，不准回家。那我约闺蜜逛街去啦，晚上9点来接我。这么多年给你脸了是吧？还给我定时间接你，别管几点，我一直在商场楼下等你，现在就送你去。可我想洗个头再出门，能不能等我半小时？你们女人真是的，等等等，我这辈子都等你20多年了，还差那半个小时吗？等一天都得等，我来帮你洗。这里是奢侈品店，你拿着假包来退货也不嫌丢人。这是我在你们店的购买凭证，怎么会是假包呢？你看我们店里的真包，拉链一拉就坏了，你这拉链质量这么好，一看就是假货。老婆，你给闺蜜买了个真包，她买了个假包换给你，让你来退款。花了个假包的钱却拿到了一个真包，妙啊！你闺蜜真有心机，那个假包还是我卖给她的。阿姨，刚才那个真包被你拉坏了，记得给老板赔钱哦。请帮我订阅一下哦，谢谢。